据外媒报道，一位知情人士爆料称，坎爷和俄罗斯超模伊莲娜·沙伊克正在秘密约会。据悉，伊莲娜·沙伊克是 C 罗前女友，两人从2010年到2015年相恋五年。伊莲娜·沙伊克和坎爷很早就认识了，2010年她曾出镜过坎爷的《Pirate》MV， 在里面扮演一个天使。坎爷离婚后表示过，希望与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约会，这样他们就能和对方说同样的语言。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就是伊莲娜呢？With some light skin girls and some Kelly Rollins and this white man world.